刹那我感觉天都黑了，这星星出来了。我们去那边看看那边什么，看他们有什么厉害招数。哎呦，一帮大扇贝。这是啥？这个是放火。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借走给贺哥守门啊？这啥？这啥？可以没有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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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云峰在这儿，你得把我们球接走下去一个后仰啊。咱俩咋中啊？我们俩，你在右后卫，你往左后卫去一点。因为我踢这个位，让他踢边上去。行，我也能套。换角度，站一下。这个他其实有个像个龙骨一样的，他是有个架子在的。那个兄弟，你跟贺站一起，你跟贺所谓讲一讲。好，我这要干嘛？就是练嘛，练一些简单的动作嘛。来，我们先走走队形。给他传个球。不要松掉，超哥，脚腕不要松掉，脚尖勾起来。来，对，哎呦，手还是有点，这样一定是正正的，正胸前，可以，下面，换个加油，加油，漂亮。对的，小朱，你脚压地就靠这个反弹就不用力的，要个门，漂亮，哎。啊，这个手背还可以。哦，走，可以啊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好像，哎呦，受伤力量太慢了。你只要呢，不用摆动很大，你只要发力一抬就行。只是你脚往前踩。明白了，我要学习，我要学习，很有成就感。我的第二春又开始了，要开始踢足球了。大家靠一下，来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靠一下，靠一下。那个足球，因为大家都是喜欢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昨天也说到，中国的足球不怎么样，那么很多时候呢，可能会拿人别人会去炒作，你们足球这种娱乐化，但是这些都是很喜欢足球的。春招是有影响力的，因为你有直播，媒体的这个传播力很强的。那就是从春招和五花让他们看到我们对足球是尊重的，这时候精力都集中一点，这时候有这么多观众在。哦，那我们就下午见，球王下午见。好，下午见吧，兄弟们，辛苦了。来，你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拼上劲儿。但我觉得我待会儿跟小鹿还换一下，要不然我会浪费很多球。不会，有可能。没有，我也会浪费的。我还是去一个我合适的位置，场下。队长，超哥啊，好，我当队长。你就记着，你不要管，你就做一件事情，球来了挺好就射门，挺好就射门。我的短板就是射不上力，你不要管它射得上，总有一次能射上力的，就像投篮一样。好，你想摆脱，你想单打，你想突破。你总有次会让你成功的，只要成功就行。好，浩子和那个蒲伟，这个进攻结束回来守一守啊，有可能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。因为你也知道啊，这个场地的因素有时候导致守门员对球判断有错误。哎，点我？这不是得对我俩是一个问题，一头一尾。成败就在你俩了，今天就现在是又不顾脸又不顾腚了，是吧？哟哟哟哟，啊！你们要吃吗？给你们。最需要珍惜的时候到了。哎，这个味道给蒲伟，好，肯定会喜欢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味道。对，白桃乌龙。超哥是这样的，等我十二点，我们到酒店大概12:05。上去吃完饭就得走了，中午得吃。中午吃的呢，所谓大家就清淡一点，就面条或者怎么样。完了，我这个里面备点巧克力和香蕉，好吧？
你们要上楼吗？还直接到饭厅？直接吃饭。直接吃饭吧。哇，大巴来的，哎呦，这真的像正式比赛一样的啊！大巴，大巴都上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坐上这个车有点那意思了啊！好好踢啊，高升高升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太隆重了，太像回事了，太像回事了。队员们好。这主教练的意思啊？这个队长讲两句，再加个动员吧，哥。在赛场上，让我们拧成一股绳子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我们一起，好，分享球，享受足球的魅力。那你们经验比我丰富，今天就拜托各位了。队长一会儿就厉害起来，啊，小眼睛、小眼神一递，是吧？你，说就你，好好守。啊，罢赛。在篮筐位置要跑动，明白吗？篮球门，篮筐，球门，球门，篮筐。身体要。但我要跟你说，这个足球场上和那个篮球场截然不同啊，不一样，场地范围就不一样。中午你知道我想的最多的什么？他扑到球之后拿了那球会不会退到篮筐里面去？门框，球网，球门，球门，球门里面去。篮筐真进不去。哎，第一次有这种坐球员大巴感觉，太美妙了。然后有喜欢自己的球队，哎呀，做梦一样。所以你们基本是每周都感受这种气氛是吧？差不多。对对，太好了，太幸福了。老舅现在哇，看一看左边哦，你看看左边啊，球场氛围哦。哇，我们要去的村庄，哇，啦啦队。哇！我在，我们都在。武汉必胜，武汉没我们俩，没我们俩。必胜，武汉必胜，武汉必胜，运进武汉必胜，武汉必胜，武汉必胜，武汉必胜。到了，走，够够够。队长你好。正统的正常。哎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准备好，开炮！哇塞，太刺激了！有点紧张。上战场。准备好，开炮！哇！哇！好，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球员已经来到了春潮现场，用掌声欢呼声送给他们。欢迎四海的宾朋来到榕江，来到贵州春潮。哇塞，不冷了。哎呀，还行啊，这个地。哎，这还行，对啊，我昨天就来过了啊。这个呢，要比那个场地好一点啊。千万记住，要慢一点，要慢一点，好，要慢一点。这个软啊，对，这好点。要把它，得把它叫回来。这个队长也给他卸掉，疯了，还在这唱歌，这是唱歌的强项。气氛王，这人来疯儿。这样只有三分钟能踢。没有体力了。对，这样我已经跟你说，三分钟了，现在。现在是一场足球比赛。超
超哥人来分脑子有病啊。